天几啊？不大五喽。哎，那你这样是重修吗？算是哦。等我一下哦。喂，于主任，是，但是我现在要录影哎，可能要等一下哦。你大概多久？待十分钟。十分钟。好，你待十分钟后会过去。对对对对对，稍微等我一下。嗯，是是是，好的好的，拜拜。来，校长，你今天非常的漂亮，等一下拿出你自信来。昨天还 action 的时候，我们就直接开始了，好吗？我们学生真的好活泼哦，真不愧是我们中文科大的学生。哎，请问是看这边吗？对，是的，没错哦。好的，来，一二三 ，Action！ 大家好，中国科技大学为台北市第一所私立科技大学，目前设有规划学院、管理学院、资讯学院三学院，共14个科系，7个硕士班及通识教育中心。我们中国科技大学有着完善的教育师资，成为孩子在学习路程中最重要的光明灯。这样可以吗？啊，谢谢校长。不会不会不会，你们也辛苦了。对啊，来，校长，我们有两个问题想要问校长，请问校长平常什么把我欺负的呢？我平常的话，早上的话，我都会先用一瓶 SK2 啊，对，先湿敷我的脸，是的，然后还会再用娇朗的眼霜稍微就是擦一下，哦，因为其实到我们这个年纪的女性，其实我们都需要做一个肩膀的保养。是的，对，谢谢校长的解答，谢谢。然后第二个问题想问校长，请问校长今天的礼袋，我们觉得非常的特别，你上次去哪边买的呢？这个啊，其实这个，不知道在座的学生有没有被这位老师教到。盛权老师知道吗？哦，他是我们班导。是哦，真的吗？是市场系的盛权老师。虽然他不只会刻印章，其实他也会做这些服饰类的手作。因为其实你看这个设计，虽然它看起来比较简单一点，它其实是用有点模拟我们笔记本的一个纹理去做的一个布。是的，是的，其实蛮简约的啦，因为它就是他那种校庆送我的礼物。啊，谢谢校长的解答。哦，这样就结束了吗？是的，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就好喽。哦，好好好好，谢谢哦，谢谢，谢谢校长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校长，谢谢各位同学，谢谢，谢谢各位同学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你们都辛苦了，好棒，好棒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等一下我们 action 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开始靠背了。